七年吼，甲阮查某囝是高中时阵的朋友啦。要不讲查某囝吼，伊高中毕业就出国啊，因吼真少咧联络啊。有志远还住在这里？你问这边干嘛？我们需要进去看看。哎，赵梦杰哦，恁什么单位的？恁有搜索票无？即摆是安那？欺负阮这老百姓安那？唔捌法律哦，讲要入去就入去哦。那胡乱讲话，什么查某囝甲杀人案有关的？跟情人死跟刘淑云有关，有疑点需要你。你莫胡乱讲好无啦？我讲你莫乱讲，你走哦，我走，将来告诉你。